大家好，欢迎收看 CT Gaming。 最近呢，有很多粉丝私信我说想看一下这个以暗月大剑为主的流派，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暗月骑士流。那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角，这把暗月大剑，它需要能力值是力气16、灵巧11还有38的智力。能力加成方面呢，力气是 D， 灵巧是 D， 智力是 B。 那力气跟灵巧呢，只会增加这把武器的物理伤害。我们玩这把剑呢，要主升这个智力的。那这把大剑呢，其实在平 A 方面的性能呢，只能说是普普通通。我就推图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配合大盾来用防御反击来打。那它主要的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战技月光剑，用了以后呢，会在这把剑上面呢加一个增加魔力还有寒冷属性的这个 buff。用了以后呢，你的所有重攻击都会打出这个月光波，蓄力可以增加伤害。那在 1.07 的版本呢，还把这个重攻击的精力消耗减低了，而且你的武器如果同时敲到敌人的话呢，还会有多一段的伤害。那我们打出的这个月光波呢，是100%的魔力伤害来的，所以呢，你点力气跟灵巧呢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的。我现在先来做一下这个小测试。那我只装这个魔力对切跟这个亚历山大的碎片，然后现在呢，我的这个面板伤害呢是847，打一只怪来试一下伤害。伤害是2238。然后现在呢，我准备了力气流跟这个灵巧流的结晶露滴，要再装一下这些加力气跟灵巧的饰品。现在这个呢，面板伤害是859，喝一下灵药，啊，变成883。也是2238。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力气跟这个灵巧只需要点到武器需求的能力值就行了。那虽然现在这个月光波贴着敌人打呢还会痛一点，不过这把剑的力气跟灵巧加成都是只有 D 啊，所以点力气跟这个灵巧呢也不会强到哪里去的，所以我们还是专注点智力就可以了。想拿这把暗月大剑，你需要做这个拉离的任务。那到这个任务的最后一部分呢，就会来到这个月光祭坛的大教堂，在这里完成了这个拉离的任务就可以拿得到了。第二个重要的武器呢，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水母盾，它需要力气20跟灵巧14才可以用。我们拿这个盾牌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战技共鸣愤怒，用了以后呢，你的盾牌会有一道红光啊，这个时候呢，你的所有攻击力都会增加20%。那平常呢，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盾牌的战技啊，你两把武器都拿出来的时候呢，你是强制用盾牌的战技的，所以呢，这个盾牌呢跟其他武器的战技呢不太好搭配。不过呢，我们这个月光剑呢，因为它按战技的时候呢，只是加一个 buff， 你平常攻击呢是用 R2， 就是重攻击来打的，所以呢这个光波是可以吃到这个共鸣愤怒的伤害 buff 的。这个水母盾可以在这个利耶利亚就拿得到了，它在西边这个四钟楼的旁边，这里这个分岔路呢会有很多水母在那里的，这些水母清理掉以后呢，可以在一个尸体上面拿到这个水母盾。
先来介绍一下打 boss 的配装，除了暗月大剑跟水母盾以外呢，我还会随便找一把匕首来加一下这个黄金术力士。战飞版的黄金术力士呢，会增加你 11.5% 的伤害，还有 7.5% 的抗性，持续时间呢是45秒。卡利亚权杖，因为我们开打的时候呢，还会用到这个拉里的暗月给我们增伤的，所以要准备一把这个权杖。那这个卡利亚权杖呢，会强化所有满月的魔法，所以挺合适的。防具方面呢，我就配了这套禁卫骑士的套装，只是穿起来好看一点。骑士比较强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魔法剑是全套的，因为它每一件呢都会增加这个灰石魔法的战绩。那我们这个月光波算是一个灰石魔法的战绩啊，所以呢这个套装你穿的越多，增加的伤害也会越高，大概每一件呢会增加 2% 的伤害，加的也没有很多，所以说也没有这个必要要穿，看你个人喜好的。饰品的话呢，因为我们主要是魔力伤害，所以要用到这个魔力对切。那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战绩的这个月光波来打的，所以可以用这个亚历山大的碎片。葛弗雷的肖像会增加这个蓄力月光波的伤害。那我是因为有了这个魔力对切会减少我们的这个抗性的，所以我就用了这个龙盔大盾护符来增加一下这个物理减伤率啊。虽然呢我们这些月光波是靠这个蓄力的重攻击打出来的，但是呢这个符护符呢是不会增加这个光波的伤害的，它只会增加你蓄力攻击以后你刀砍到那部分的伤害，所以如果你能做到一直贴着用这个光波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用一下这个辅护符。灵药方面，你要带这个带魔力破路滴来提升我们所有的魔力属性的伤害，另外你也可以用这个智力流呢来提升智力，同时也会增加一点伤害的，不过增加没有很多，所以呢如果你觉得防御力不够呢，你可以把这个换成这个珍珠印露滴来提升一下你所有的减伤率。魔法方面呢，打 boss 我们还会用到这个拉里的暗月，这个暗月呢是带冻伤属性的，通常呢都可以一发打出这个冻伤，那敌人中了冻伤以后呢，所有抗性呢都会降低 20%， 而且这个满月呢同时也有让敌人的魔法抗性降低 10% 的效果，叠加在一起就总共减少 30%， 这样呢你的月光波呢打呢会非常的痛。加 buff 的话呢，我会先把这个匕首跟这个权杖拿出来，权杖最好放左手，这样的话呢放这个暗月呢会比较简单一点。首先先按战技用一下这个黄金术力士，把暗月大剑拿出来先加好 buff啊，然后进去开打，见到王以后呢直接丢他一个那里的暗月，要把水母盾拿出来加 buff 就可以开始用月光波了。那如果你的权杖是放在右手的话呢，你是可以增加这个那里暗月的伤害的，但是我觉得不重要，因为呢这个呢会增加 buff 的难度的，就是加 buff 起来会很麻烦。首先呢把匕首拿出来，双手拿开一下黄金术力士，然后把权杖拿出来用一下水母盾的这个 buff， 先丢这个那里的暗月，然后把暗月大剑拿出来，你要双手拿开 buff， 这个时候呢水母盾的这个 buff 会取消掉的，你还要再开一次，整个过程呢就会复杂很多。接下来就分享一下我打恶咒木玛丽卡斯的影片，看一下伤害到底有多强。开打先来一个那里的暗月，哎呀，
第一枪没打中，再来一下，伤害有2400多呢。这个月光波的伤害实在是太高了，像打这个黑剑，游戏很后期的 boss 挥几刀就死了。哎，大哥，你不要用法战的这个战绩来嘲讽对手啊，尊重一下对手。又到了每周我跟连连约会的时间了，每周呢我都会来到他的房间跟他对战一下。好，先躲开他热情的两刀，跟他拉开距离，刀一下大哥，然后把灵药 buff 都加好了。好，先送他一个拉里的安月，水鸟也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瞄着是大哥呢，可以照样打他。好，第二阶段，哎，先躲开他这个大招吧，补一下水母 buff， 然后一直丢这个月光波就行了。太简单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哎，大哥，尊重一下对手，马连尼亚你都敢嘲讽。下周请你吃水鸟。好，接下来就是葛福雷，大哥，哎，不看了。绘图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卡利亚权杖换到右手，这样呢，放魔法的时候呢，魔法就可以吃到这个水母盾的 buff。然后呢？其实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安月大剑跟这个水母盾来玩这个防御反击的，所以呢，你可以把其中两个饰品换成这个染蓝凶刀跟染红凶刀，这样可以大幅提升了你的续战力。基本上打普通的小兵，开一下这个水母盾，用这个防御反击就可以了。月光剑的 buff 也不用开了。基本都是用这个处决来通关，染红跟染蓝凶刀会一直帮你补血跟补蓝的。打四象骑士的话呢，两个光波就可以把他们送走了。啊，他们的血量呢其实没有很高。如果你想处决来补血跟补蓝的话呢，你可以用盾反或者不开的水母盾的 buff， 他这个月光波呢，两下是可以打出处决的。就算是这些恶兆之子，也是没有问题的，两个光波同样就能打出这个处决状态了。其实呢，我们这个月光波呢还是有它的缺点的，它比如说它出招的前摇跟后摇太长了，这个硬直如果一大堆敌人围起来的话呢，其实会变得挺难打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找一些魔法来辅助一下。那第一个介绍的这个魔法呢，就是亚杜拉的月光剑。这个月光剑呢起手很快，很适合在敌人靠得太近的时候用，特别是这些入侵的 NPC，等距离拉开以后呢，你又可以用这个月光波了。啊，这个月光剑呢，其实它的击退能力很不错的，像恶兆之子这种精英敌人呢，你也可以打断他们大部分的攻击，所以用来救场很不错的。这个月光剑呢，会在前方打出一道剑气，范围挺大的，所以不只是近距离好用，用来清场呢还是很不错的。缺点就是很难破盾，所以你同时可以用这个海魔大锤。
百魔大锤呢，它是一个效能值跟击退能力都很高的魔法，你可以左手多拿一把法杖，左右手轮流放呢，连这种熔炉骑士也拿你没有办法，很快就可以打出这个处决状态。用来对付这种劫军人也是很好用的，一下可以把他们打趴在地。这个大锤还是一个小范围的 AOE 来的，对付这种劫军人只要打出这个处决状态，他们的防御力呢就会大幅下降了。其他魔法还有这个海魔炮弹是一个远距离的大范围伤害，记得蓄力来提高伤害。罗雷塔的大功跟这个绝招可以从远程狙击敌人，这两招呢都是可以蓄力的，射程非常的远。灰石冰块同样在这个版本呢是增加了这个冻伤的累积，可以在拿到暗月大剑之前用一下，拿到了暗月大剑呢我们就有免费的月光波，就不需要用到这一招了。还有萨米尔的风暴，这一招虽然是一个很不错伤害挺不错的这个范围 AOE， 不过出招实在是太慢了，很容易被人打断。我们用的这些魔法呢基本上都是在能在这个涅尼亚拿得到的，首先就是那里的暗月，你要先完成这个那里的任务，来到这个月光祭坛，要解开这个魔法师塔的谜题呢就可以在顶上拿得到了。亚杜拉的月光剑同样也是要完成那里的任务，在这个大教堂这里呢门口有一只龙的，把这只龙杀掉了就可以拿得到。海魔大锤跟海魔炮弹呢是一起拿的，它就在这个改中边境塔。要解开改中塔的这个封印的话呢，你需要我现在这五种头盔其中一种，其中这三种呢是可以在魔法学院里面拿得到的。戴着头盔呢做这个表情身居睿智就可以了。要拿到这个身居睿智的表情呢，你需要完成一个叫托普斯 NPC 的任务，它就在涅尼亚南边伊利斯教堂这里，让他对话完以后，然后在魔法学院帮他找到一个钥匙拿给他就可以学得到了。罗雷塔的大功在这个涅尼亚北边卡利亚城寨把这里的王打掉就可以拿得到。然后呢这个灰石冰块呢，你要先完成拉尼任务的第一部分，然后在这个塞尔维斯魔法师塔跟里面的 NPC 买。大米尔冰风暴要来到这个巨人山顶，在这个萨米尔废墟里面找到罗雷塔的绝招，要来到这个米凯拉的圣树把这里第一只王打掉才能拿得到。因为这个暗月大剑呢我们是游戏中期或者是中后期才可以拿得到的，所以前期呢你可以用一下这把大剑，但会选择这个伪债卡利亚，然后属性选择魔力，还有这个泥人鱼叉配这个冰枪。这个冰枪的话呢它是不吃你的面板伤害的，它只吃这个灵巧的加成，所以呢你要用这个锋利属性。盾牌你可以先用这个卡利亚骑士盾，
水母盾的话呢，虽然拿的比较早，但是呢，它跟这些战盔搭配在一起不好用。饰品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个染蓝跟染红胸刀了。推图的话呢，就用防御反击就行了。平常推图就用搭建配合这个盾牌来防御反击。遇到强力的敌人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泥人鱼叉拿出来，冰枪。打三枪就可以打出这个处决状态了。打 boss 或者是打大型的敌人呢，同样也是可以用这个冰枪刷出这个处决状态。倒地以后切换搭建，用这个伪债卡利亚蓄蛮力打下去，一下可以打出很高的伤害。这把搭建你可以在错气半岛里面拿得到，它就在最南边这个摩恩城里面，打开其中一个宝箱就可以拿到了。女人鱼叉的话呢，是在尼姆格福东边这个西弗拉河的入口井，做一下圣枪击到底部呢，有很多泥人可以打的，你可以一直打他们来刷，这个道具掉的几率还挺高的，不难刷。冰枪在这个利野尼亚的东边，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呢，把这个时间调到晚上，把这里的黑夜骑兵打掉就可以拿得到了。伪寨卡利亚的话呢，是在卡利亚城寨。这一把卡利亚骑士剑呢，同样也是带这个伪寨卡利亚的战绩的。在拿到大剑之前呢，可以先拿这把剑来用一下，因为呢，他一开始呢，创造好角色就可以跑去利野尼亚拿了。跑过来这里呢，你可以遇到一队车队的，看见他们以后呢，就敲一下这个巨人的脚，然后马车就会停下来，你就可以马上到来这里，打开宝箱拿到里面的武器，这把卡利亚骑士剑。如果你对这个流派有兴趣的话呢，在创造角色的时候呢，选这个囚犯。因为我没有练囚犯这个角色呢，所以我是用流浪骑士。创造好角色以后呢，你就先在这个关卡前方拿一上马，然后马上可以跑过来这个利野尼亚，在我刚刚说的这个地方呢，拿一下这个卡利亚骑士剑，然后呢就可以用一下我这个偷跑路线，把它升到加五，那前期呢就可以很轻松了。这点方面呢，40级以前呢，我会先优先把智力升到18，这样就可以马上用这个卡利亚骑士剑了。然后把力气升到16，就可以用大剑。等大剑跟泥人鱼叉都拿到以后呢，你是需要升一点耐力的，我会把它升到17，这样呢就不会负重。那剩下的你就把集中力升到14，还有生命力25。40级到60级我就直接加10点生命力，然后再加10点智力。那60级以后呢，我们就要准备拿这个暗月大剑了，优先先把这个生命力点到40，智力呢先点到40。用暗月大剑同时也用这个水母盾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力气升到20，还有灵巧14。那剩下呢，你可以把集中力提升到22，然后加一点这个耐力。
100级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穿重一点的防具了，先把耐力点到32，然后一直把智力点到75，最后才把生命力点到50。好的，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请你帮我的影片点一个赞。那我的频道会持续更新艾尔登法环的攻略，不想错过的朋友记得订阅还有关注我的频道。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